在打羽球，他也打得很好。那之前在那个高山那边有办一个热球，也是一样，这是想这样跟他跟那个选手好。台湾的羽球，无论是在奥运或世界比赛，都拿到很好的奖项。东方人的打羽球是不受限于体格的身材，所以东方尤其是台湾非常适合发展羽球。我们很乐意跟羽球协会一起来发展这样的羽球的从小培训孩子有一个对某一种球类的兴趣，然后进而推动他让全民运动，或是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身心灵，对他健康都有很大帮忙。我们再次的感谢彰化体育会我们林世山会长，还有我们总干事叶九龙总干事，还有南新国小的校长的帮忙一起来推动这样的羽球赛，谢谢。乐在其中啊，英文叫 enjoy， 中文你可以把它说活在当下，乐在其中，包括我们当记者，我们把它当乐在其中，或是做某一件任何事情都乐在其中，你人生就很快乐，就会所谓的活在当下。打球，参加比赛。我们市长他也很热爱体育活动，所以各项的体育活动他都会有参与。像现在打羽球，他也打得很好。那之前在那个八卦山那边有办一个热球，也是一样，那市长一下子跟他的选手打。我们要玩其他程序，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来开球，谢谢。好，谢谢大家。